师，高静老师。对，这是我们著名的音乐人高静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内地十八线艺人高静先生，谢谢大家。啊，问我。要说你在这个戏当中演的一个卖唱。啊，对，卖唱。怪不得你演卖。你也只能演个卖唱。我是个流浪歌手，什么问题啊？对，他这个问题是这样：你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，你会支持吗？当然会了，我不支持的话，高进怎么起来的呢？说着玩儿呢，开玩笑。我觉得高进，他一直在这里的山，一直在攻击你，我觉得真的要。我说着玩儿呢。你说着玩的是吧？说着玩的。啊，我自我表达一下吧，因为那个胡老板呢，包括山野，我们多年兄弟，圆儿我们也是好哥们儿，我就说一下为什么我来吧，因为平时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工作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在咱们那个组里还供盒饭，我听说那天我就跟我爱人一商量，我爱人说只要你不吃家里粮食，你随便走。后来我就叫着圆儿，反正他除了火星也没啥工作，对，我俩就是来混饭吃，混饭吃，对。好吃吗？饭好吃。我们拍续集的时候带着你去，好吧？好，那太好了。但是高进确实，高进老师还有个问题啊。哎呦，高进。对，网友说，拍戏难还是写歌难？拍戏难呀。我觉得写歌是个人都会写，但拍戏不是啊。拍戏太难了，我觉得从筹备啊，再到我们演员，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工作。写歌我觉得就很简单，像我们这种工作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哎，但是你觉得拍戏挣得多还是写歌挣得多？这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是说你拍戏挣得多还是我写歌挣得多？你觉得你拍戏这个不用比啊？嗯，不用比，一看就看出来了。好的，再次感谢高静哥。对，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胡总啊。哎呦，胡总。